生死之战，歌手亮出必杀技，张靓颖热辣亮丽，邦邦心跳加速。如果我能够达到我预想的状态的话，那都是大招。吴彦斌纯情细语味道，真真切切的去唱一首歌。韩红反复问界，海阔天空，让大家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魅力。黄丽玲极致真情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我自己唱都会起鸡皮疙瘩。孙楠摇滚嗨唱，看红布加男女版，听这歌里2年前一直想有机会过过瘾。古巨基舞动经典 Monica， 想借这首歌要多谢他。李健柔情咏叹，在水一方，我喜欢音乐中渗透了一丝神秘。恢弘之意，谁会齐唱一招？本轮淘汰的歌手将在第4到第7名。星期5晚10点，李白天然造孽，我是歌手第3期第2轮淘汰赛。